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创会的蔡世阳，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的一些理念，工作的一些价值。我想在多年投入了 TIC 100，一直投入这样15年来，一直在推动台湾的创业教育。我觉得台湾的创业教育是举世有名，而且是非常棒的。那我自己也非常鼓励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很多创业家的这个精神。那创业家精神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就是借着创新当作手段，朝向目标，承担风险，努力不懈的工作态度。那这个创业家精神本身是非常需要去把它实践。再好的想法，再好的创新，如果不去做，我想是不会达成的。唯有做了当中去体验更多的一些真正的价值内涵，唯有你到现场，到实际的场景场域当中去学习去做，去 practice， 才能够真正去实践出真正的价值。所以创业家精神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呈现方式，就是实践家。一个实践家确实是能够达成他自己的理想抱负，那我们也借由这样的一个实践来达成各位老朋友，我们家里老朋友您的一个志向，透过创新来达成各位达成志向创新的一个实践家。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创业家精神跟实践家真正的价值跟内涵，用这样来跟各位分享，谢谢大家。